现在啊，是世界的末了，各种灾难越来越大，是撒旦政权镇压迫害家庭教会也越来越严重，是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，也是主来的预兆啊。这段时间我们县又有不少弟兄姊妹被抓判刑，形势这么紧张，我们都有些胆怯软弱，但我们相信主的应许，主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。阿门。我们要迫切地祷告主，忍耐到底，为主做得胜的见证，等候主来。阿门。我们末了的这一代一定要把主迎接回来。阿门。感谢主。哎呀，警察来了。走没走？走没走？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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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信主犯什么法了？老爷，师弟，保着，别跑了，我走。保着，都保着。凭什么照顾我们？哎，有没有办法？老爷，别跑了。胆子不小啊，敢上这儿来传教？我让你传，妈的，还信不信？我传福音。圣教，说起来。说，圣经从哪儿弄的？我，信不信？不信啊！我当信。这个妈不能再当了！凭什么这么打人？就是啊，我们信主没办法，凭什么打人啊？都有这个，大吗？为什么打人？你为什么打人？为什么？老师，凭什么就要打你啊？老专门打信神的，这还有没有法了？都给我老实点！看什么看？就对你们这些信神的，就得这么收拾！都他妈给我老实点！让你信，让你信，让你信杨娇啊！让你信杨娇，让你信杨娇。说，我信不信了？我说，哎呀，你小子挺有骨气啊！啊！那么今天整了啊！整！人家被你们打死了！别打了！你们还有没有法呀？没有人！凭什么打人？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也太狠了！他打人是？我们信主犯什么法了？你们这么打！都给我老实点！凭什么打你？你们警察还有没有人性？你说我呢？什么？是不是？啊！你们信主犯什么法了？休想坐牢！啊！都老实点！进去，快点！我要回家。回家？等着吧，你妈借钱去了，交不够200块，你就在这待着吧。也说，愿你怜悯我，与我同在。1988年，我13岁，跟弟兄姊妹去小渭村聚会，遭到了抓捕。在那个小黑屋里，我在恐惧与胆怯中熬过了1天2夜。那些年，经常有弟兄姊妹因为聚会传福音被抓游街判刑劳教。我不明白，我们信神明明是做好人走正道，为什么政府非要迫害我们？为什么共产党
如此仇恨信神的人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。到家了，看你急的，还早着呢。哎呀，快了，急的。晨曦啊，头回出远门，肯定早想家了。是啊，能不想吗？这都出来快两个月了。姐真是快呀，真不容易。你们说咱这次算不算是满载而归？算，咋不算呢？对呀，是啊，这次收获可真大。啊，大伙要是听到这消息啊，肯定高兴坏了，可不是吗？这能有机会呢？啊，啥好东西呢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看来你美的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冻坏了吧？没有，东北冷吧？冷，可冷了。晨曦，你可回来了。喜悦。这两也听到，收获不小吧？嗯，爸，我给你们带回来一个好消息。啥消息？不能相信啊！来，快过来。这孩子怎么一高兴的呢？啥好消息啊？啥好消息？什么呀？你们看，圣灵发声说话了。来，快读读。嗯，来，快坐下。赞美来到西安，神的居所已经出现。荣耀的圣名，万民颂赞，正在流传。啊，全能神，宇宙之首，幕后的基督，就是发光的太阳，在整个宇宙威严壮阔的西安山上，已经升起来了。阿门。阿门。得胜的君王已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他成功了救赎。带领众子民在荣耀中显现，万有都在他的手中，他以神圣的智慧和能力建造并坚固了西安，他以威严审判着罪恶的世界，审判了万国万民、地、海和其中的活物，以及那些喝醉了淫乱之酒的，神必施行审判，神必向他们发。1991年，我们在家庭教会中听见了圣灵的发声说话，大家都喜出望外，奔走相告。那时候，圣灵的说话一两天一篇，源源不断。神的话揭示了许多信神的真理和圣经的奥秘，也为我们指明了实行真理、生命进入的路。我们天天阅读神的话，心里特别得供应、得滋润。大家都沉浸在欢喜快乐中。然而，半年后，共产党的抓捕迫害又临到了我们，我的父母和哥哥都被抓了。这书哪儿来的？在哪儿印的？
都不说是吧？你说。不知道。是你组织聚会的吧？嗯，你说，这书到底哪儿来的？我知道。警察用咱家那台双卡录音机做抵押，让我出来借钱。这帮土匪恶霸，这么多钱，上哪借啊？走吧，走吧。对信神呢，就得狠抓，狠罚。这书的事儿还得查。是。晨曦，东西给你装好了。这些日子，警察一直在查素书的事儿。你去星月家多住几天，等过了这个风头再回来啊。路上一定要小心啊！干什么？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老实点！干什么？不许动！跟我老实。
在哪印的？快说，快说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。嗯，醉。李晨曦，年龄不大，胆倒不小。这信神的书你都敢送？你知不知道，国家政府一直严厉打击镇压家庭教会。你们敢私自印刷信神的书籍，还往教会发放，你知道这是犯什么罪了吗？你这是运送邪教书籍，传播邪教思想，企图颠覆国家政权，就这一条，就够判你10年20年的。赶紧交代，这些书是从哪拿的？快说！你要不交代，罪可就大了。我信神没有犯法，我没什么可交代的。哎呀，他妈的，小小年纪嘴还挺硬啊！我看你是中毒挺深呢。快说，快说！哎呀，你才17岁，我们呢？也不忍心劳教你，只要把你知道的都交代清楚，我就放你回家。怎么样？我们信神就是读神的话，做好人走正道。政府为啥不让我们信，非要抓捕迫害我们？小黄毛丫头，你懂啥？在中国，凡是共产党反对的，就是违法的，懂不懂？你们不信共产党，偏要信神，还到处传福音，搞得信神的人越来越多，信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少。共产党就得抓你们，取缔你们。这就是共产党的政策，共产党的法。听明白了吗？快说，快说！妈的，不说打死你！你，跟我来。再不交代，我们就让你爸交代了。嗯。爸，坐这儿。这事跟我爸没关系，你凭什么打我爸？哼，没关系。快说，女儿在哪取的书？这是在哪印的？妈的！爸，不要打了！快跑！爸，你忍心吗？
妈的！啊！我去！爸！起来！啊！爸！爸！爸！冲！冲！冲不冲？冲！冲！真他妈不是东西！一个小姑娘就是信神啊，又没干坏事儿，当着孩子的面打他爸，哪有这么逼供的？太缺德了！你的事儿，我们都已经掌握了。你看，有的人交代完就回家了，你还在这里死扛，你傻呀？你交代完了，我马上就派车送你们爷俩回家。我说话算数。你爸能不能出去，就看你的态度了。我问你话，你只点头摇头就可以了。你有没有去王家村聚会？去没去过东北听道？是谁给你们讲的道？这些书是在哪印的？啊？我不认识他们，也不知道书在哪印的。
求你捆绑撒旦，封住撒旦的口。现依法将犯罪嫌疑人吴德顺刑事拘留。李晨曦因非法运送邪教书籍，严重扰乱社会治安。现依法将犯罪嫌疑人李晨曦刑事拘留。把悔过书写了。想啥呢？赶紧写。不写是吧？啊？非劳教你三年不可。你出来再信，再判你三年，再信再三年，让你这一辈子在监狱里边蹲死你！赶紧写啊！不写有你好受的。李晨曦，到。快点，家里给你点背。哎，家里给你送被了啊？咋了？天都这么热了，家里还送个大棉被，我肯定是要劳教了。别瞎猜哈，看看这里有没有啥东西。啊，去去，看什么看？来，不要灰心，不要软弱，我会向你显明，国度路上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，哪有那样便宜的事，轻而易举就想得福，不是吗？今天人人都要有苦的试炼，否则你们爱我的心不会加强，对我不会有真正的爱。哪怕是一点点的环境，人人都要过关，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。与我的苦有份的
与我的甜必有份，那是我的应许，我给你们的祝福。尽管吃喝享受，黑暗过去就是光明，黎明前的天是最黑的，过去这会儿就逐渐亮了，之后有太阳上升。不要害怕胆怯，我信的是真神，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背叛神。看你人小志不小啊，你就等着劳教吧你啊。晨曦，哥，咱爸呢？爸先出来了，是咱姑托关系花钱，才把爸和你抱出来，不然就得劳教了。走，回家吧。经历了那次抓捕迫害，我看清了撒旦政权对信神的人特别仇恨，对神话真理特别仇恨。只有神对人的爱最真实，在患难的日子，只有神才是依靠。从1995年起，我和弟兄姊妹辗转在河南、河北、山西一带传天国福音。感谢主，这就是圣灵的发声说话。许多人读了全能神的话，就确认是神的声音，是主耶稣回来了，他们纷纷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。咱们只有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，才能蒙拯救进天国。给我滚！走，赶紧走，再不走报警了！我接受你们的福音，我信主就是信圣经。1996年，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严打运动，打击一切所谓的非法犯罪活动。家庭教会，尤其是全能神教会，遭到了大抓捕。你女儿呢？那一年，警察又去家里抓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不敢再回家了。面对共产党的镇压、抓捕，我心里有些胆怯、害怕。我们祷告、依靠神，在神话语的激励下，一直坚持传福音、尽本分。县医院去一趟。去县医院干啥？去太平间认尸。认尸？认尸？认啥尸啊？怎么回事？认啥尸啊？就是咋回事？你女儿死了。妈妈妈！1998年，我听说母亲精神受了刺激，不正常了。我很想回家看看。
但因着共产党的抓捕，一直没敢回去。直到2004年，我路过家乡，才冒险回了趟家。妈，晨曦，妈，是我，晨曦，妈，晨曦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晨曦回来了，爸，晨曦回来了，晨曦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回来，没人看见吗？没有。爸，你身体咋样啊？还行吧，你不用担心。晨曦，哥，你可回来了，还以为……妈，你找啥呢？来，吃糖。妈，我自己来啊！快吃，吃糖，吃，快吃啊！妈，快吃，快吃啊！妈去给你煎鸡蛋，我闺女最爱吃。妈，妈，不用，大晚上的别把邻居吵醒了啊！嘘。妈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妈，不用，小声点。妈，没事，就让妈去吧。晨曦最爱吃煎鸡蛋，我闺女最爱吃煎鸡蛋。爸，我妈怎么这样了？你离开家以后，共产党就盯住咱家了。派出所和村干部经常来咱家，逼问你去哪了。你妈担心你在外面被抓，又怕警察再把我抓去，像钟弟兄那样被活活打死。他整天担惊受怕，总是把大门关得严严的，生怕警察闯进来。后来，警察又突然通知我们去太平间认尸，说你死了。你妈受了刺激，就成这样。咱们一家人现身，多好啊！没想到，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看你好好的，爸就知足了。
对了，晨曦，你回来待几天啊？前些天派出所还打听你呢。我回来看看你们，天不亮就走。爸，我给你给我妈买了一些衣服。你这些干啥？你试试看合适不合适。闺女不走了。妈，我不走了。啊，晨曦不走了。教会里传福音很忙，还有那么多人不知道神已经回来了。我不能因为家里的困难就放弃传福音的本分，那是对神不忠啊。嗯，在外传福音要小心，多祷告依靠神，注意安全。警察还在抓你，赶紧走吧。你放心吧，家里有我呢。嗯。神呐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求你开启我，引导我，赐给我信心，加给我力量，使我刚强。以前，人都在神面前立下过心志，说：“谁不爱神，我也得爱神。”结果，今天熬炼临到你，不符合你的观念，你就对神失去信心了。这是真实的爱吗？以前约伯的事迹你看过多次，现在你忘了吗？
在信心之中才能产生真实的爱。你受熬炼，对神产生真实的爱，在实际经历中以信心来体贴神的心意，以信心来背叛自己的肉体，追求生命，这就是人该做的。你这样做了，就能看见神的作为。你没有信心，就看不见神的作为，你就没法经历神的作工。在这部工作当中，需我们极大的信心，需我们极大的爱心，稍不小心就会失脚。因为这部工作不同以往的任何一部工作，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，既看不见又摸不着，神做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，话语成为爱心，话语成为生命，达到人都百斤熬炼，具备高于约伯的信心，需要人都受极大的痛苦，百般的折磨，不论何时都不离开神。当人都顺服至死，对神有极大的信心，神的这一步工作就算结束了。阿门，阿门。谢谢。还是神的话能供应人，是人随时的帮助啊。嗯，咱们读神的话，心里就亮堂，就有力量了。是，神的话真好。是啊，是。2009年，我化名方杰。辗转在四川、安徽、山东等地做教会工作。这一年，共产党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镇压全能神教会的专项行动。停！你们干什么？走走走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全国各地不断传来弟兄姊妹被抓的消息，教会上层带领肖丽弟兄和有灵姊妹也相继被抓。那是我信神以来所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抓捕。整个中国黑云压城，风声鹤唳，好像没有一处是安全的。恐怖的气氛令人窒息。那年八月，我在山东临沂传福音，那里也开始了大抓捕。共产党出动大批警察，封锁道路，抓捕基督徒。赶紧走，齐子梅他们都被抓了，快，完了就出不了城了，快。情况发生了太突然，我不知道该去哪儿。山东、江苏正在大抓捕，河南是共产党重点抓捕地区，听说云南、贵州、四川的形势也很紧张。我想到了一个唯一能去的地方。例行检查，把身份证拿出来。你身份证。你身份证。身份证。
求你带领我，我现在该去哪儿呢？方杰。李姐，来，快进来。嗯。杨弟兄，方姊妹，哎，这是方姊妹，刚从外地逃到这儿，得在你家住些日子了。行，来，走吧。来，坐坐坐。先安心在这儿住下。作为金钱基督徒中的一员。雪哥呢？嗯。方子美，哎，你下午帮我把这个捎给刘子美，让她尽快转到徐州。嗯，好。嗯。学会了吗？快了，咱一起唱吧。行。嗯。前几天听河南的弟兄姊妹说，小李弟兄被判了15年。15年？还有4个弟兄姊妹啊，也都判了10年以上。信神犯什么法了？抓住就给判这么多年？哎，那有灵姊妹呢？她判多少年？你还不知道呢？有灵姊妹被警察打死了，打死了。姊妹被抓5天就被警察给折磨死了。她丈夫看她身上有殴打的伤痕，可警察还死不承认，硬说姊妹是突发心脏病猝死的，说身上的伤是死后出现的。我妈送信儿咋还没回来呢？妈，王子妹，刚才回来的时候有人跟踪我。啊，甩掉了吗？甩掉了。这里啊不安全了，咱们得赶紧搬呢。先去我妹家的老房子躲躲吧。行，好，快收拾东西。Thank you.
歇会儿吧。这一年都搬多少次家了呀？这搬家也有功课学呀，哪跟随神就得受得了苦。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，我现在一听见门外有动静，心就直突突，就怕警察闯进来。晚上做梦都被警察追。摩西击打磐石边，有耶和华所赐之水永流。那是因为他的心，因为他的心。大卫能不色弹琴，赞美耶和华。而且心中充满欢喜，那是因为他的心。约伯丢掉了满山的牛羊，失去了万贯家产，浑身长疮，那是因着他的心。他能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那是因着他的心。彼得能跟随耶稣基督，是因着他的心。他能为神钉十字架有荣耀见证，也是因着他的心。约翰看见人子荣耀的形象，是因着他的心。看见末世的异象，更是因着他的心。那些所谓的外邦的众百姓，之所以获得神的启示，获得神的启示，得知神已重返肉身，做工在人中间，也是因着他们的心，因着他们的心。2012年，共产党再次对全能神教会展开大抓捕。在大抓捕前夕，我来到了徐州传福音。我像往常一样小心翼翼，却不知危险已向我悄悄逼近。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是不是方杰？是不是教会带领？你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？你们印的书都被我们查抄了，你就是负责人。去，
说吧，教会的钱放哪儿了？啊？你的上层带领是谁？说不说？啊？说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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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啊？说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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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那你先告诉我，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？你问这干什么？你们这样审讯我，难道我就没有权利知道你的姓名吗？他妈！我起来！妈的，嘴硬！起来！我等好了。警察换了好几波，都没审出结果。他们把我转到了南京审讯。你到底是不是方杰？是不是周丹玲？快说！你以为什么都不交代，就不能判你刑吗？不要抱侥幸心理。中央已经下令，要把你们一网打尽，彻底取缔全能神教会。你这么死心塌地的信神，被抓坐牢不说，弄不好把命都丢了，这值吗？好好想想吧，在中国，只有跟共产党走，才有活路。信神是绝对行不通的。从被抓后，警察就没让我合过眼，也不给我饭吃。连续三天三夜的折磨让我精疲力尽，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喘不过气来。最后给你半个小时，再不交代，下一波人可就没我那么客气。现在是2:30，我等你到3:00。10分钟了，想得怎么样了？20分钟了，还有5分钟了，
你可想好了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。神呐，我不知道他们还会怎么对待我。愿你保守我渡过难关，站住前程。这是考验你的时候，能否献上忠心，能否忠心跟从我到路中，除去你的惧怕，有我做你的后盾，何人能把路横？怎么样，想好了没有？我没有办法，没什么可交代的。他妈的，嘴还挺硬啊！有没有家族病史？他这心脏病挺严重啊，这我们可不能收。没事，就关一星期，死不了。进去。脱衣服检查，脱衣服，快点脱，脱，快点！都脱了。快点脱！脱光！听见没有？帮你啊！快！胳膊伸开。腿张开，转几圈，转呢，腿岔开，胳膊伸开，是转，伸开，转，腿岔开，抬高。进去，进去，好好照顾照顾他。办什么事儿了？你啥进来的？心神。心神。心神。神在哪儿呢？就是。神在哪儿呢？把衣服脱了。干什么？检查。刚才检查过了，还在检查，这是规矩。脱了，快脱！
脱不脱？快点脱！快点，别磨磨唧唧的。你他妈动作快一点！都脱了，脱光。到这儿了，你他妈还装什么清纯？快点！把腿擦干，蹲马步，蹲下。我来月经了。少废话，快蹲！赶紧蹲，快点！起来。对。起来。对，起来。对，起来。对。共产党太邪恶了，真是禽兽不如，该受咒诅。值班了，快点！从进看守所那天起，每晚我都要值两个半小时的班。期间必须一直来回走动，即使心脏难受也不敢停下。别靠近，下一发，不然一旦违规，第二天就得被罚值五个小时的班。在这里我才真实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。把胳膊伸进去，刷干净点儿，往下，再往下。
报告，上厕所。报告，我也上。还有没有要上厕所的？我要上。你先去。站住！你咋下岗的？到点了，下次再上，回去。走什么走？没听懂啊？让你回去。回来，那鞋怎么放的？摆好。在这里，没有丝毫的自由与尊严。怎么做，怎么走。怎么上下炕都有规矩。报告，上厕所。憋着。甚至连上厕所这样最基本的人权都受到严格的限制。哎呀，孙静尿裤子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么大一个。孙静，你他妈有病啊你。赶紧擦干净，快点。谁让你往炕尿的？快点擦。你他妈傻呀。你脑子有病啊。哭什么哭？快点！因着无法忍受监狱里长期的折磨和虐待，有的犯人被逼疯了。真疯假疯？装的。真疯了。吃吧。吃。多吃点。没意思。这共产党的监狱就是人间地狱啊。李天熙上厕所呢。提审。李晨曦，你家里的情况我们都查清楚了，你到底是不是方杰？你啥都不交代，不就是怕背叛你们的神，怕当犹大吗？我们跟你的教友说，你全都交代了，你就是坐完监出去，你们教会也不要你了，你哪头也得不着。你这可是特殊案件，我们可以无限期羁押，想关你多久就关你多久。回去好好想想吧。被关进看守所的前三个月，警察经常提审我，有时从早一直审到晚。站住！面对警察不断的威逼利诱，我的精神高度紧张，时常感到心慌、胸闷，心脏有时也会疼痛。除了提审，每天还要被迫观看歌颂共产党的电视节目，谈心得体会。对我来说，李晨曦，这又是一种煎熬。看完十八大，说说你的心得体会。我没啥好说的。必须得说。
我就希望共产党能遵守宪法，给我们信仰自由，别再抓捕迫害基督徒。你可真敢说实话，给他系上。下一个。入冬以后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监室里的日子更难熬了。别磨磨唧唧的，赶紧的，都死人了！哎，共产党太他妈缺德了！这大冬天的，天天让洗冷水澡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哼，他那是专门折磨人呢。共产党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，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。你快点，我赶紧出去，别磨叽。水来了，你看，哎呀，这真不是人待的地儿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风湿病、心脏病越来越严重，浑身酸痛疲乏，总想躺下，可真到睡觉的时候又很害怕，因为一旦躺下就像受刑一样，挤得连动都不能动一下。寒冷、困倦，加上病痛的折磨，我每挪一步都很艰难，感觉时间就像停滞了一样，一分一秒都很难熬。我就一个劲儿地祷告神，唱诗赞美神，愿神与我同在。醒醒！嗯，李晨曦心脏病又犯了。嗯，李晨曦心脏病又犯了，要不要报告管教啊？哎呀，报管教也没用，你自己玩去。哎呀，我会死在这儿吗？神啊，我的命在你手中，如果我不能活着出去，我也感谢赞美你，能因着见证你而献出生命，我无怨无悔，我这辈子也值了。李晨曦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顽固的。
这都三个多月了，你一点都不交代，我算是服了你了。你说，你哪怕是编一点也行，也好让我们跟上头有个交代呀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国家这么严厉镇压打击信权能神的，你们信神怎么还那么大劲儿啊？你们撇家舍业，死心塌地的信神，各处逃亡，有家难归，又没工资又没奖金，你们到底图个啥呀？你们是无神论，不相信有神，怎么能明白信神的事儿呢？你们看重的是金钱，是名利地位。可有钱有地位，就真有平安吗？我看有钱有地位的人更痛苦，整天琢磨着升官发财，整人治人。不知哪天被坐牢、被自杀、身败名裂，这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个世界太黑暗邪恶了。主耶稣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现在灾难越来越大，如果不信神，不悔改，都得落在灾难中受惩罚而死。全能神来发表真理，洁净人类，拯救人类脱离灾难，进入神的国，这是多好的事儿啊！我们传福音见证神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神的末世做工，得着神的救恩，在天国里有份，这有什么不对？你们为什么老镇压迫害我们呢？你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吗？为什么老跟信神的人过不去呢？李振西，你少废话，还给我们讲起道了，真是个顽固不化的神话分子。李晨曦，你说你父母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他们养活你这么多年，你不在家好好孝敬他们，还到处乱跑传福音，你对得起你父母吗？你想没想过，你要是判个十年二十年的，这辈子把再也见不到他们了，你就忍心让他们孤独终老？你是不是太自私了？只要你把教会的事交代清楚，我们就放你回家，再帮你找份工作，这样你就能孝敬父母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十三岁那年，我因参加聚会被抓，警察把我关在小黑屋里，一天两夜。如果不是主与我同在，我真不知怎么熬过那一天两夜的。十七岁那年，我们全家因信神都被抓了，警察轮番审问逼供，我父亲的一只眼睛差点被打瞎了。
为了逼我交代教会信息，警察当着我的面毒打我的父亲。我也被游街示众，面对成千上万人的讥笑辱骂，若不是神加给我力量，我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哪能承受得了那么大的羞辱与打击呢？我父亲自从那次被毒打以后，身体就更不好了，家里的日子越来越苦，只能勉强维持生计。就这样，警察还继续监控我，抓捕我，逼得我只能离家逃亡。全家人也天天活在恐惧中，家里的日子彻底被毁了。23岁那年，当地派出所到我家里谎报消息，说我死了，让我家人到太平间认尸。我母亲再也经受不住打击，精神受了刺激。打那以后，整个人像换了个人，糊涂一阵，清醒一阵。全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在哥哥一个人身上，我这个做女儿的除了为他们献上祷告，也只能在心里挂念他们了，什么也不能为他们做。当地政府、警察常年对我家盯梢，逢年过节也不落下，不就是想抓我吗？家早就没了，这么多年我有家难归，若不是神带领我、保守我、加给我信心，若不是神家的弟兄姊妹接待我，我早就不知。回家对我们来说那只是一种奢望了，就盼着那天跟二老在梦里见上一面，我就知足了。你说这些事儿可不是我们干的，那都是你们当地的警察干的，跟我们可没关系。
对你的遭遇啊，我们也很同情。但共产党就是这个政策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你还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给你平反呢？我知道，信全能神的人都挺善良，都是好人。我们跟你们也没有私人恩怨。你要恨，就恨共产党吧。四个多月过去了，因为警察找不到确凿证据，加上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他们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，转交给我家当地的公安与司法部门管理监督。李晨曦，回去之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听见没有？你的案子还没完。我们一旦掌握你在教会的真实身份，都做了哪些事，还要抓捕你。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把你抓回来。走吧。警察是坏人，警察是坏人，警察不是好人，出去，出去，警察是坏人，出去，出去，警察是坏人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李晨曦，你别以为取保候审就没事了，你可是我们市重中之重的监管对象。以后啊，你每个月都要定期到派出所报到，绝对不许你在信神聚会传教，也不许接触信神的人，不许出远门。难道我连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吗？你还想要自由啊？对你这种神话分子，就得严加看管。以后我隔三差五就来看看你，要是让我们知道你还偷摸的信神传教，抓住之后至少判你十年八年，听到没有？给他拍张照。你们也要配合政府看住他，发现他还信神传教，赶紧举报。好，看住他啊。妹妹，哟，出门呀？这又上哪儿去啊？又出去啊？全能神呐，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，不能聚会，也不能传福音。神呐，求你给我开辟出路。现在白云区有几个宗教人要考察真道，要看一看全能神发表的话，
咱们得派两个人过去啊。听说前几天有几个弟兄姊妹去那边传福音，宗教牧师给报警了。这次一定要小心，得派两个有智慧的人过去才行啊。王定和周姊妹他们都被抓了，快，你们赶紧走。2013年，我在广东省传福音，又遭遇了共产党的大抓捕。仅9月25日那天晚上，教会就有近200人被抓。2014年，共产党在全国展开了疯狂镇压、打击全能神教会的百日会战行动，出动大量的公安、武警和正规部队，全面镇压抓捕基督徒。许多弟兄姊妹被抓，有的被判刑，有的被活活打死，有的被摘除器官。在中国这片土地上，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，共产党血雨腥风、迫害基督徒的阴霾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空。守我，在这样的恐怖环境里刚强壮胆，跟随你走到路中。